好，OK。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课程，那我把它整合是秘诀，其实就是把它整合进来。例如说，我们上次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专业网站，这个大概会花三次左右。好，大概三次，所以只有三次会提到这个部落。那后面呢？后面就是结合，就是我可能把 Facebook 结合进来啊，或是把推特结合进来啊，或是把一些相关的微网是结合进来的时候，会再登录。你只要记得密码就可以了。我说的密码就是你只要记得部落格的密码，导出那张纸就好，都还记得吗？结果就是给各位一张纸，你只要记得那张纸导出来就有密码，要有印象。那这一次杰克老师也会印一张给各位。这次我们就不缴班费，因为这次呢基本上都电子化，响应环保，而且响应所谓的节能减碳，所以这一次我不会再班带，也不用去印奖励了，只会有一张那个记录密码而已。就是下一次我会直接印给多就好了，所以也不用缴班费。那如果想要印奖励呢，网络上面数位平台里面会有，你再自己印，对，你再自己印就好了，就不提供奖励。那影片上面就你重看都没关系。好，所以这个呢会有三次左右，基本上就是三次啦。那会把部落格变成，例如说学校方面，好，小细节就是各位你们的网站上面有一条那个什么，有一条那个大，对不对？大部分都有嘛。第一个要把它敲掉，第二个呢，你仔细看这个上面的图是不一样。你看哦，我也就是我都播一个文章哈，而且我这文章是有主题的哦，全部都是什么心理测验啊，爱情心理测验什么，就是都这一个，对不对？好，你就看。通常这个上面啊，这个按钮，这个旧版的 IE 啊，怪怪的。我再开一个给各位看，因为这个就是关键的。如果你要让你网站稍微不一样一点的话，就是这种小关键，你如果会把它改掉，而且不是没有改掉，告诉各位怎么做。这个都要去改到一些程式码的，所以但是改之前我也会告诉各位怎么样避免改坏改烂掉。来看这边有没有，你们这上面都有出现这个，一看这个就是部落格啊，所以呢我把它改掉，就是我们再来会提到的，像这个我们会杰克老师会教各位怎么做，就是你简用最快的方法去做出跟你相关的这种，这个叫做 FVICON。 所以有没有这个就明显的，它这个是加在部落格上面，其实这样看你也看，你也看不出来。如果跟你讲，你搞不好搞不清楚说它到底用什么做的，那会把一些相关的东西都拿掉。再来呢，你再仔细看我这个按右键，这个有些同学，好，没关系，我就简单的带一下。你看后面这边呢，我们会提到搜索引擎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有没有设一些 keyword 啊，这些都会讲一下。这个我们之前都没有提到。所以这个也会提一下，就是有一些重点，让你的网站在搜寻引擎帮你搜寻的时候会搜入的更快。那个也是外面专门上那个 SEO 的课，就是搜寻引擎教的课的时候，他那个慢会有慢课，那些都会讲。好，再来呢，杰克老师也会找一堆版型给各位，就是有一些国外的版型都很漂亮，就直接拿来套。都跟你现在看到 Google 提供的版型完全不一样的，都很专业。例如说有那个专门会，好，没关系，就是他那个版型啊，杰克老师会找出来跟各位分享你怎样去套用它。但是怎么套用它其实很容易，你教你就会，重点在于怎么避免把你的版型改烂掉来给回复。真的，这个才是重点。告诉各位，杰克老师以前很爱改这个，我们前一期的万华有一个同学也一直改这个，那个要花非常非常多时间。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经营部落格，其实我不建议各位花那么多时间去只为了改那个，就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它里面有太多类型的版型的，非常非常多。我杰克老师找到的已经可能超过100个以上，甚至更多，
而且呢完全是 free 的，有些非常棒，针对各种类型都有，例如说你喜欢女生的，它有那个看起来是很女生的，那你要做文具类的啊，做什么相关的，它也有那个文具的，看起来就很文具的，看起来就很喜欢的那一种，那那一种都要去改，稍微改掉改一些东西。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不讲？因为他一开始讲，他就改就烂掉了，那个网站烂掉就是出都出不来了。所以呢，我们能做什么？没办法做什么，就只能帮大家把它救回来而已啦，就都不能上什么课，所以才会到后面让大家有点熟悉，知道这个舞蹈在干嘛，这个到底在干嘛。当然，前置作业我一定会告诉各位是怎么样先去把它备份下来，怎么样去改，怎么样备份，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先会这个。这就是我们大概在前面这边会先提到的，把这边的部落格这边把它讲完。好，接着呢，好，网络金流，这个金流呢会提到，例如说最常用的，好，信用卡。信用卡有没有免费的？有，但是手续费比较高一点，没关系。为什么呢？你也可以不要用，选择性好，告诉你哪里有资源，你就带进来用。你想用加进来，不想用不要用。就是你有了这个资源，你什么时候要加就可以加。国外太多了，国外有很多很多的网站呢，它都有一个叫做，你们应该在国外网站上看到这个字。懂那个吗？就是那个赞助。那国外型的肯定错了，国外型的跟国内完全行不通。所以呢，你可以拿来运用什么？你卖东西可以让人家可以刷卡。有些人金额比较大，例如说我跟他买100斤的牛轧糖，付现多累啊，算钱多累啊，是不是要转？不是转账就刷卡。那你刷卡，他会收一点手续费，而且呢，钱先进到你的户头去啊，没什么不好。那你如果你可能还会想说，当我做很大的时候，我要不要自己去申请一个独立的？要，但是申请独立的呢，第一个是前置费用，我一申请就要几万块，再来每个月再付多少的钱，几千块，那个要等你的营业额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有办法去申请，而且国内还要审核，国内的，国内如果你去申请，就要还另外审核说你的是公司资本多少以上才办法去申请国内的刷卡机制。那现成的，今天老师跟各位讲，甚至还有什么？这个不止这个金流嘛，还有那种超商付款，我们都会讲，只是都要付一点小小的手续费。你就看你卖的东西价值多少。今天老师跟各位说，哎，你怎么分析一下我适不适合用这个？你知道所有资源，不代表所有资源都要拿那样用吗？你要挑你适合用的嘛。像我们卖那股票软体的同学。他可能就想说，我那软体要卖1万块的话，手续费假设刷卡手续费给他4%，他可能会觉得 OK， 因为他软体一套可以卖10套，我写一套可以卖 N 套，各位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对不对？就像杰老师影片放上去，你看100次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我录好了嘛。你看1000次你没关系啊，他一套软体可以卖10000个人，跟卖。一个人成本是一样的，那这时候你就会主要是希望有一个更便利的收款管道，而不是为了那个少少的手续费的。你只为了说我能成交才有赚啊，我现在就不是贴那个手续费的。这个就是一些关键的，到后面会详细跟各位分析。当然后面还有更多相关的一些附属的金流啊，网络收款机啊，所有的各位听到你都可以学到。那要不要用？看你的需求，看你的卖的商品，看你卖的服务，看你要用在哪边，全部都没有。部落格，这时候我们还会再登录部落格，去稍微加一点东西的。那 Facebook 有没有办法加这个什么金流进去？不行的。Facebook 单纯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你可能包括文章，隔壁就看得到啊，你的同学看得到，你的朋友看得到，他互相交流。上面呢，把你的流量可以带到你的网站上面去。后面会详细跟各位讲，其实它有很大的牵连性。如果你会用的话，可以把它合在一起，真的就是网路往往相通。而且不止往往相通，还代表一件事，那个网路是都有听过乘数效应吗？乘
数效应？没有，学金融可能就有听过乘数效应，就是银行借钱出去，你存钱进去以后，存了100块，那它里面它有可以贷款利，假设90%啊，那90块一贷出去，不断的贷，那个会膨胀出去，就是那个这个钱的效用会乘数倍数成长，它不止倍数，乘数的几倍啊，2的3次方几次方上去。那 Facebook 再结合我们的 Twitter 等等等，那个都会是乘数效应上去。如果你真的会用，当然前提都是要花时间。好，接着把物流这边呢，杰克老师也有一些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例如说我要用什么最便宜？如果我只在台北市嘛，我的东西很小啊，大中小的东西其实不一样的，你要去计算成本问题嘛，你要找到一个最划算的，甚至有时候有些人是。我不 care 这个成本，我 care 的是什么？我 care 的是一定会送得到啊，什么东西一定要送得到的？有没有人知道？就是你在意的是一定要送到对方收得到，而不是在意那个成本差50块。我今天有准备糖果给各位知道，我一定会有准备的。对，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很讲究这个？没错，生日礼物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呢，猜猜看，随便看啊，有些人点的贵金属啊，对，贵金属之类的，但是贵金属比较少会这样子，怕丢掉或是被你走。还有啊，有时候你那个礼金，之前各位有听过吗？包红包的时候，那个礼金你也会很怕。我明明就继续给你，没收到，那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明明有包嘛，假设人家是我很好朋友，真的就没办法去，又找不到人代替。你说我用转账就好，我有听过吗？有听过人家用转账的吗？很少啊。不然就要去邮局用那个现金贷，对啊，就只能用现金贷去。所以有些东西在物流上面其实还蛮重要的。甚至有些人的东西一开始，假设我现在一天要出100件的时候，要用什么？这个时候你应该不是考虑到他10块20块的，你考虑到的是他能不能来我家收，对不对？而且我是不是已经都弄好了，你就直接帮我处理掉了，我不要再处理那些自我的默契，说这一件怎样，这件怎样，而是他整批来帮你收走。我之前待过那个。购物商场的公司啊，他们就是这个都是一整套的，连那个印出来的标签都是一整套的，人在专门在签的，收东西的人专门就收走就走了，不会再跟你那边啰里吧嗦什么的，那个都有另外的一些技巧。来，再来就有关于社群经营，那社群经营，刚刚我们有那个我们的素食王子，只是讲说他去大陆嘛，各位知道大陆最流行的。那个网站上，